叩谢天恩是一项很隆重的民俗文化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感谢神明，答谢神恩对民间的体恤和照顾，使得天下风调雨顺。而对宏茂桥联合庙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三间庙宇豪林宫、金鹰堂、龙山岩历来都有频繁的求福活动，帮助善信消灾解难，祈求平安，同时回向冤亲债主、无主孤魂。宏茂桥联合庙在刚过去的农历五月初八到五月初十举办了一项大型叩谢天恩活动，三间庙宇共有超过500位弟子参与这次的活动，60位灯主和副灯主穿着粉红制服代表联合庙，风雨无改，连续三天都到庙宇参与祭拜。这些灯主在祭拜开始前三天都吃素，非常严正。三天的祭拜规模很大，最后一次主办这么大型的活动是在12年前。新加坡已经很少有这么大型的祭拜活动。本次活动开销不小，而且筹备了很久。三间庙宇的理事不辞劳苦，出钱出力，还奉献了他们的宝贵时间，让这次答谢神恩活动成功圆满的落幕。宏茂桥联合庙也在此感谢我们的义工团。